哎呀，这个妹子还不错。这个是你的妈妈吗？不是你妈妈。那你在这边干什么呀？打工是吧？哎呦，她还会中文，不错。她是跟你打工的是吧？能不能就是给她放假，下午给她放假，到她家里去玩一下，行不行？OK 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老杜哈。今天在这个越南北部大山里面的一个集市哈，今天就是在这边过来赶集一下，咱们看一下这边今天有什么新花样，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。我刚在这边说几句中文，然后有个老板跟我说话，什么？老姐，姑姑嘞？姑姑什么？呀，干啥嘞？哦，买这个是吧？哦，买果果，哦，买这个吃是吧？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再来买。嗯，这个多少钱啊？两个。今晚。今晚。啊，今晚。包妞。哦，那美女啊，我等一下买哈，等一下来看一下。好嘞。来嘞。哎，叫我去买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来哈，兄弟们哈，这边卖水果的还是挺多的哈。今天这边是赶集的日子哈，人挺多的。这边有个小妹，长得还挺好看。这边有一个妹子哈，咱们。看到妹子比较好看，咱们要不过去问一下。这个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听得懂中文吗？我娘。啊？我娘是吧？我说中文你听得懂吗？啊？一点点是吧？哎呀。这个妹子还不错。你家是住这旁边的吗？你家也是这一带的吗？可能我说话她有时候听不懂哈，兄弟们。但是没关系。她这个水果还挺不错的。这个是你的妈妈吗？不是你妈妈。那你在这边干什么呀？打工是吧？哎呦，他还会中文，不错，会几句中文。你中文在哪学的呀？我自己学一点点。哦，自己学的是吧？哦，那不错。咱们要不兄弟们给他就是买点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因为咱们怎么说呢，看他长得也挺不错，水灵哈，兄弟们。咱要不就是说在这边买点水果，这样子说不上还认识一个朋友。这个多少钱啊？真的多还没你。还没你相当于六块一公斤哈。来啊，这个龙眼还不错，试一下。哇，好甜的，还是比较甜。这个龙也不错。
4公斤，四公斤，对，四公斤啊，四公斤啊，四公斤的话就248,000，相当于24块，四公斤24的8，324，相当于24人民币。这那多少钱？这串行吗？嗯，这个是这个叫什么？果农，这葡萄还是皮子搞不懂。1公斤啊，你帮我记一下好吧？多少钱记一下？我怎么看一下这个？咱那多少钱？波妞，开模拟，两万也相当于是1公斤6块。你也帮忙挑一点看，挑点。就这样，好，三公斤，二三的六万，相当于18块。现在多少钱？8美元。8美元相当于5块钱一斤。这种软的好还是硬的好？软的好还是硬的好？你看嘛，行吧，硬的，硬的。这个多少钱？15,000，相当于2.25块。不知道哪个熟，哪个熟的，会不会挑？你会不会挑哪个熟不熟啊？哪个是熟的，哪个不熟？这是2.8公斤，
就跟你八个人。290,000，对，这个相当于300,100元人民币，100元人民币。刚才有点少，然后再给他买一点，我感觉到咱们要大大气气的。好，红灯，刚才是。31万是吧？八张摸，我一下没听懂。31万，对，相当于100多块钱。水果。这是50万，31。知道吧？这个算不少了呀，给他买的不少了。给他买了这么多哈，他是跟你打工的是吧？哦，他在你这边工作，就说能不能就是给他放假，下午给他放假，我到他家里去玩一下，行不行？嗯 ，OK 吗？兄弟们哈，当时啊，我就有一种想法，就是打算把这个水果买完哈，然后就到他家里去送给他，因为啥？就是想跟他交个朋友。对，你愿不愿意？行吗？行吗？老板能给他放假吗？可以是哈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就是怎么说啊？因为感觉到有缘哈，兄弟们，咱们那个。我决定把这些水果然后买下来，一回生二回熟，然后去他家里把这送给他家里。对，把这个都拿去送给他家里。好，那咱们要不现在就出发，现在让他跟我去好不好？ OK 吗？好，谢谢啊，这真的是缘分，兄弟们。那咱们现在的话就是那咱们现在就去好不好？现在就去好不好？好，走吧，去你家里哈。就是不跟你父母说一下，他们会不会不高兴、生气啊？没事哈。兄弟们哈，我就是给他说，我说没有跟他父母说，然后如果去了会不会他家里到时候会不会不高兴哈？他说没事，那咱们反正就是那个啥，咱们就试一下哈。这个叫对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咱们就试一次，去他家里看看。我把这些水果送给他，看看会不会，等一下如果说不让我去的话，会不会给我丢掉？那咱们走吧，好吧。他下午的工资我给他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走。OK 吧，好，兄弟们哈，现在，我准备就是把他的这个员工哈，就是带回去他家看一下，然后老板一高兴，连这个筐子是都叫，因为带不了嘛，带不了，连这个筐子就要拿走。
好，谢谢啊，我晚上把他送回来啊。好。哇，好重啊，真不少。来点锅子，我给你母鸡。他要买他的东西。来点锅子，来买锅呀。这个菜要不要？好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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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给他买一点吧，买点。好。多少海鲜呢？海鲜太多了吧？解毒。OK 了 ，OK 了。能把来点海鲜去，这点海鲜哈。这家伙他们卖东西都恨不得全部卖给我们。还可以吗？接着卖。还不动。好 ，OK 了 ，OK 了。做干嘞 ？OK 了，不要了。不要了啊，就这么做嘛。他们你。这个。我在这吃饭，我走了。海鲜。啊，海鲜嘛哈。啊，是海鲜。没路哈，没路哈。在哪个啊？还跟哈？哦，还跟。嗯。他家有个三个养狮的。兄弟们，咱们要大大方方的哈，大大方方的。这个能吃吗？你们一般家里吃这个？你说一啊，能吃哈？刚才包你。加那骨皮的。啊。骨皮的。不要啊。那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上楼就一天。你带一碗，带一碗吗？要不要？有家猫帮忙要吗？他那个油王军被网炸了。哎哎，我去买木烧金，能木就木烧。你推摇的摇吗？摇吗？你说人就个摇嘛，人家高兴。那买这个吧，买不要那个买这个。需要多少包？刚才朋友把。啊？将来一点香菜。啊？没。要准备。百年。百年。百年啊！七七千。相当于两块一，那就买两个完了。这个老点啊，老点，那就买新的嘛，好便宜的。高一上多少钱？你看一下这边还要不要？够了。够了。这个葱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怎么样？我要，我要葱呢，我要老，我要鱼加，加那哈，加那哈，加那些。要不要？你说，你要不要？这球的不要了哈，去你家到时候要多买点，不然你爸爸到时候去了骂我怎么办？要不要？那等一下在那边去买，那边有很多东西。来，多少钱？我你。开嘛四万嘛，五万。六万六啊！啊，一会招完。小妹妹，你小妹妹，嗯，到啊，到啊，四万的，到啊，七万，二万，一斤三万不到，二万，二万，四万吧，两万，五万，五万吧，是五万，五万，我那五万呀，五万嘛，到啊，到啊，啊，到到二万，到五万嘛，嗯，四万，四万，到五万，四万，到五万，五万嘛。五万四嘛，就五万了嘛。我不差的还你卖，啊，五万了嘛，五万了，是不是？这户这户，啊，没了，这户。还有什么？差不多。对，5.4嘛。4000。家找羊一万六的哈，去羊家了呀，一万六的哈。那进来的，我找人。啊，这几斤吗？啊，对，这个点都白。5400，哎，全行了，我来。这个走了。啊，这是啥的？你不管咋的，你不看我，怎么有那个？但是他
五千四，他说要说六，五万四，他说六万，他说六万，他说多要六，多要六千，六千相当于两块人民币，兄弟们。他走一次他的麻烦，两块钱他走一次，他也不嫌麻烦。没有了就误完了嘛，误完。这误完误完误完了，啊误完了，行了，误完了，不行那他走完了。他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豆，现在在越南北部大山的一个集市哈，买好了水果，准备去他家。一看时间也中午了，现在到了吃饭的时间，然后这个集市上有很多卖饭的，然后我带他来吃点东西。我们叫了面哈，这个是越南的粉。在这个大山里吃饭哈，一般除了粉然后还是粉，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，反正都是米粉。然后它这个粉的话用的这个汤料是大锅料，这是骨头煮的大锅料，大锅汤。然后他这个是他的姐妹，他比较害羞哈，因为刚认识时间不长，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一般在越南吃这个，他们一般叫米粉，吃米粉就是也是他们的主食哈。然后就是他们一般会放的这种菜，这种菜，这个菜是一种野菜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灵魂。对，这个是灵魂，一般就是柠檬哈，柠檬相当于一种醋，然后在东南亚他们一般都是，就是东南亚它没有醋，没有醋，然后就是这个当作一种，当作醋哈，它是酸的。其实我觉得哈，这种东西还是挺科学的哈，为啥？因为柠檬哈，它是树上长得比较天然嘛，就是没有什么添加剂啊，那用的那个醋都有可能有添加剂哈，所以这东西我认为是挺好的一种东西哈，加一点进去酸酸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还没浪吗？浪吧没有？还没浪吗？
还浪吗？浪吧。嗯。我刚才跟他说，一个人两万五，他说要三万，我叫他搞两万五的哈，因为在这里吃饭的话，一般的话你只要先跟他说一下，不说的话他就会收的比较贵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他们也是看人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然后出来去看一下，就是买点东西去他家。好，现在准备买点肉去他家，因为在这里哈，他们家里面不是天天都有肉吃哈，有时候吃肉就像过年一样的。跟来包你们跟啊，多啊，哦，白木你们跟啊，白木你三相当于21一公斤，来这块够不够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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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切一半吧，太多了。来，试一下。这个是骨头。那骨头多少钱？那个骨头拿去熬汤的，应该是。跟那包牛。这来八亩呀。八亩呀。便宜。对，三万就相当于10块，5块钱一斤，有差不多。这个铜锅没啥用，我知道。巴朗根啊。啷个呢？啊。操，巴朗根。他听错了，他听错了。啊？没有，5公斤吃这个，是人家刚才买这个骨头的，明白吧？哎呦，我就说了嘛，你又不说话。少跟你5200，叔啊，不要啊。对呀，我没有叫他弄他，你看嘛，他一直往上面弄。你看到吧，我他这边买东西就这样子。给你5公斤，你算好了。哎，你看他买东西就是，买东西就是乱来，知道吧？不要，不跟，你跟他说不清楚，3.5，啊。3.5公斤，3.5公斤的话，37。包邮。200-250呀。还张。250呀。还张呢？还张了，相当于75。70-80块钱，崩了，还多嘛？还多，还多啊？多？还崩了？没还崩了？还多，还多啊？然后去弄烤个面来。
这个质量比较好，我也会看。好，兄弟们哈，咱们已经是给他买了点肉给女孩子家哈。去那边啊，他说去那他那边买。哦，那对的对的对的。哦，你那边有是吧？有啊。哦，那就他说他那边拿录像会搞快点。嗯，买去呢。你那边很多是吗？有吗？就你那家那边有是不是？豆腐呀。我昨天刚刚有搬嘛。啊。好，去他那边买吧。不然这个等一下拿路上会搞坏掉了。对，因为路太远了。对，带过去那就成了豆，成了豆花了。嗯，对对对。喂，这个不行，这个。然后咱们还有一个，这剪这两条橡皮筋还真用上了。家的位置全部是大山哈，山连山，树连树。特别的新鲜。大家好，刚才就是去他家哈，就是买那些葡萄。我刚才走的路上摔倒了，然后因为他们跑得比较快。我是路不熟嘛，然后就摔倒了，摔倒了刚好旁边有个老奶奶，然后带一个小女孩哈，然后她就帮我就是把那些就是买了一筐子这个水果还有那个蔬菜，然后她帮我扶起来，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特别感激，我就把那个葡萄送给那个老奶奶了。但是太可惜哈，当初一个人没办法就是拿手机去拍照，那现在的话在这边再买一点。咱们现在再买一点，但是这边的话刚才在市场买还便宜一点，但是这个不知道这边价格怎么样。给你多少钱不牛丁吗？给百美元啊。给买90,000是吧？百美元的话就相当于21一公斤，然后5万，我刚才在那个市场买的是5万，这家伙还挺贵的这个。
哦，这个看确实好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啊，这女孩家咱们也大气一点，本来怎么说啊，自己车可能就买这个就够了，但是这个确实看起色泽好一点，那咱们就来买这个吧。还给2公斤。你们家吃这个吗？吃不吃这个？不爱吃是吧？啊？不吃啊。不吃啊。哦，很多了哈。那个，蜗牛没得。蜗牛啊。蜗牛。啊。它好像这北河是这一串，一串多少钱？怎么一下子多少钱？木尼木干还是木干？木干。啊，我是问他，一般他们这边卖香蕉是这么一个多少钱？没有人卖斤的，但是他这边有卖斤，是不是？卖斤的哈。去马尼那边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3块钱一斤，但也不便宜了。这家伙3块钱，他们这边本来是产香蕉的地方。3块钱那就还跟的，那就还跟中国走。我涨少啊，涨少16万。啊，16万，那哇，那50来块钱了，50-60块了。嗯，那根的40,000来，他不爱吃，主要是他不爱吃。其实这个还挺不错。他给你吃一个是吗？吃一个的，给他买了这么多，他送了2个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谢谢。给他也买也不错了。等下去你爸爸会不会骂我，跑你家里去？啊？不怕。这打我怎么办？啊？你爸爸在打我怎么办？啊，打我怎么办？好，谢谢啊。现在来买点豆腐，他们家也比较爱吃豆腐。多少啊？蜗牛，多少钱？我给他们。八毛一斤啊，够不够？他这个东西买多了会坏的，那就把这个也买了嘛。买了会不会坏？放吃坏不坏？坏不坏？不坏，那都吃了吧。哎，这边还有豆芽，要不要？豆芽要不要？不要，要是吧？不要了。啊。只是50一点的，蜗牛点，太牛了，太牛了哈，不浪费一个是吧？还有老干妈，你看，啊，还有老干妈。哦，老干妈，哎呦，这老干妈这还卖到这边？这老干妈多少钱？还7块5。两碗五，7块5，这好像不是那个真正的，这就是属于豆腐，好像那也不太贵，还可以。少买。他们也相当于20块人民币哈，兄弟们。还有中国的挂面。哦，
还有中国的饮料。他说还有中国的饮料。他这边这么多中国东西。三妞。啊？四碗。五碗。哦，我们刚才买了一点。哇哇，他这个两万有点好，很大的。就两万是，但是没办，刚才在那边买的。对，已经买了。你看还有没有什么要买的？还有什么要弄的吗？看他这里有什么东西，看他有什么吗？木的水果。这我们刚才也买了。对，那就没什么了。嗯。这样的嘛，反正那个等一下再不够了再弄，好吧？嗯，行了吧。还有那个鸡呢？鸡在哪里？我要在这下面。好，那等一下专门来搞。那去弄那个吗？现在在这边看到有卖老母鸡的哈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老母鸡。不跟光牛你们跟烧腊哈，烧腊这是老母鸡是吧？那这个公鸡呢？这个干母牛没跟啊？这是母鸡跟公鸡有区别的吗？干母牛。跟那波牛跟，啊，还跟哈，大母牛没跟哈，还跟所以呢就是，那张达是吧？没打，那就先等一下，我问他一下，没事，那也没事，是买公鸡还是买母鸡啊？啊，公鸡是吧？不是买公鸡还是买母鸡？你说一下了哈。都没关系是吧？那这个是啊，买这个是吧？那就买这个大的哈。啊，买这个大一点的。那么光大大的，大大的一点的，公鸡好，这母鸡好，我也都一样的。没。开灯吧，好哦。哎，我那边有点灯。没涨那么多，没涨哈，没涨那么多。没涨了。15万。没涨水哈，涨。相当于那个16万，50块。不提交嘞。真巧。来着，不提交嘞。他叫你买牛肉、干嘛叫我买牛肉看来你有钱、啊、哦哟，要不要把他叫去给他们干3000工挖3天地哇，这好大、啊、这没有一个塑料袋装怎么拿、啊、挂在车上挂在我车上吧。哎呦，我那个好像不好挂吧，是不是？那就挂你那边吧，我这到时候没地方放脚了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去！还远不远？他说还有5分钟。啊、哦，挂这个。还有5分钟左右就到了。
这里是到红妹的家哈，前面就是她的家了。然后这个是她的好像伯伯，这是她的家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你家是吧？嗯，我家在家。这路怎么这个？这个、轮子。哦。那今天到红妹的家。对了。哇，这姜啊种了很多啊。哦，干活去了。嗯，后面的伯伯，他的伯伯在家。哦，伯伯是吧？你好。你好，老公。哎。嗯。今天我家。对。哇，这个当水缸还挺好看的。这水缸。呵呵。哎呦，这个做的很好。这怎么把水泥能做的这么圆？说实在的。嗯，这好像是石头弄成的呀，这不简单啊。水泥你说弄四方的还可以，弄成这样子圆的那是太不容易了。这是这什么怎么黑呀？我说这个应该是抹了层油哈，参观一下你家行吗？行啊。哎，反正你们这边不都这样子的吗？这电还有电啊，不是以前。在一个女孩家里面电都没有，哦，这个10块钱，这是有，哦，这个楼上还有坐的吗？楼上还有坐的吗？还给当了个凳子坐一下，女孩还给当了个凳子。这个是她一起的姐妹哈，哦，还有两个小家伙，小家伙。这家伙是不是那个瞪着的眼睛照一下在睡觉？对，照醒着了。啊，他这个确实一间房子，先放在这里。那地上有鸡粪。鸡粪啊。嗯。哇，红妹，你家这房子很多年了吧？可能年龄比你的大了。这个房子建多久了？多久？快走过。中午也快走。嗯。那么你要努力工作呀，才能改善一下的家境。是不是，红妹？我说要努力工作啊，到时候挣钱修好房子是吧？那个，嗯，这样子，那也不好说，是吧？这个上面会不会漏雨？你看那个缝缝，那么多洞肯定会漏呀。啊，这个上面都有很多洞。对呀，啊，一下雨就完蛋了。他们这边好像全部都是石棉瓦房子。
厕所，厕所，厕所。这边是芭蕉吗？哇，这个芋头怎么这么大？这个不是芋头吧？这就是芋头呀。滴水观音。不是，这就是芋头啊。这个芋头能吃吗？这是哪的？可以吃。可以吃。对，我说这个好大，你看这个芋头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大。好大。你看。真的很大，你看这个芋头不得了，这是大。有一种不能吃，有毒，滴水观音。哪里有滴水观音？那种也是长得跟这一样，但是有毒。对，他们农村这边好像大部分都这样。这南面一个感觉爆了，这大雪楼，我这楼。虽然说他们这边哈房子什么不讲究，但是环境啥的，还是不错哈，因为人跟自然，人与自然，自然与人，就是亲密接触。哇，他种的这个姜，现在这好多，一波一波的。哎呦，我们这个家太难搞了。嗯，真的是。你看这个墙都写的这样子，哦，天哪，危成了危房了，危房哈，这些，哎，所以这个要是一下大雨，你看这个都平，对，肯定会垮下来的，平掉了，这个房子已经不适合居住了，对，有点危险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经济条件不允许，不然的话，可能都想住好房子呀。哎呦天哪，真的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了。确实，怎么都2023年了，还有这种的家庭？这个搞的，啊，下面挂个是这个音箱里都有小鸟在里造蜂窝呢。可能养鸽子。养鸽子啊，这个搞的确实挺有意思的。哎呦天哪！这个是自己做的吗？是自己做的吗？装的吗？自己装的啊，自己装的。买的还是自己做的？是的，好了。这个石头做这么一个大缸，这个确实。哎呦，这好像是水泥倒的。对。哎呦，你这水泥搞成方的还好，搞成圆的那就真的不容易啊。估计废了老旧了，这个做这个软件。这个山上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干什么的？山上。这是你弟弟吧？不，那我弟弟是我。哥哥的孩子吗？反正也是，总而言之也是弟弟嘛，是吧？也叫弟弟。哥哥的孩子就是侄子了，不是弟弟了。哦，侄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哥弟到嘞，怎么啦呢？哥空在高中啊。一般外人。那小哥那个眼睛好像有这不对呀，啊？怎么？是不是啊？就是你呢？你看。你。他摔伤了。对，那眼睛一个大一个小，是吧？这不着，俺不着，像那边俺都见高松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不到。找不到哎。对呀，我就看他眼睛不对劲儿。他从悬崖上摔下去，然后被什么东西撞，扎到眼睛了。对，我有，那人摔一下把人吓坏了，这样子。他能还能看见吗？看不到了。失明了，哇！就从这个牙摔下去啊，摔悬崖下面把眼睛弄伤了，现在眼睛房子都看不到了。那小何调皮，有些有毛坑，还跳到毛坑里面去。贵坑爹叫高中安啊，哎，贵叫高中安毛大的，小孩
小小年纪就成了盲人了。他意思是说给他吃一个。对对对。给他一个。老弟们，么啦的，现在各种按摩改摩的，各种雷扭扭挂着别安。跟小孩开玩笑。这个不得了，他还自己撒野，看的人害怕。他这帮女孩子真能干，他就都把那边毛给他，我都看得害怕。太厉害了，哎呦！你怎么这么能干啊？哎呦，这女孩太厉害了，以后谁要是娶你做老婆，这个是真的是啥都能干哈。哇，太厉害了。这个鸡去世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啥情况。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他要把这个毛给他拔一点。好，这干的，忍着，横的，竖的，给他。真能干，我们也太能干。那他跑不了。你弟弟还上学吗？上哈、啊嗯。那今天不去吗？星期天休息。星期天休息。这鸡一辈子也就洗这一次澡。嗯。你说嘞？哇，红妹家这颗辣椒不得了，这颗辣椒可能一家人都吃不完哈，红妹。对呀、啊，这辣椒怎么长这么厉害呀、啊？你不是每顿都喜欢吃辣椒是不是？哇，这太厉害了，这辣椒怎么这么大？这是一颗还是好几颗？怎么长这么大？嗯，一颗哈，嗯，这确实厉害。
哇，这狗连鸡毛都不剩。哎呦，他家这个木瓜这个确实厉害。一会儿要不要再一个人弄点汤喝？可以啊，这个炖汤很好的呀。反正也买了猪肉，跟猪肉一起弄的。对。是不是那个木瓜炖汤很好吃哈？红妈，你那海毛瓜都卤。嗯。嗯哼。红妈，老干，老吃冷的。干么的吃冷的，老肥都卤。老干干嘛？弟弟跟他长得都不像。这个是女孩的弟弟哈，她女孩的弟弟，然后她也很勤，都在帮忙在弄事儿。这几人分的这来行去？全的老母。啊。热的出了那么多汗，这么热的吗？干疼不不？嗯。嗯。大明星在做高铁呢，那个，哈哈，高到台北的项目，我那我得负责一下。哦。那么大。嗯。老豆啊，真的。在那乱这个家，哪？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哪有在哪？没老没不过命。哪家？娘家的。坐那。哎，胡丁。这是女孩的爸爸，刚才买的肉他现在正在切。这是他的妈妈，这个是刚才买的鸡。太火了，热量不集中，散掉了。对呀、啊，它就是周围要有个墙，是不是？周围有个墙，它就是烧的柴可能就用不了那么多。比较聚热嘛。这家伙就是不科学啊，但是他们好像都这样子啊。你别再买海了呢。哎。
出门调料放了没有？调料放了没有？现在他说不用放调料，就这样子炒熟了，然后蘸辣椒水吃，是不是？出门是不是？哦，是啊。哦，那我看有些苗哦，完了。有些苗族他为啥也放里面都放调料呀？辣椒太多了，根本吃不完。也想乖。该来呀，种包牛腩肉。能来不？啊，今年刚种的就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很多很多辣椒。够了吗？够。这个辣不辣？辣。很辣吗？很辣。你喜欢吃辣椒吗？喜欢。它没有这个呢。没有口味啊。那下面全都是辣椒树吗？我看很多了，在那边。嗯，够了。啊，肯定够了，这么多，很辣了。不中了。还找到教室打工了没？还找到教室打工了。好，兄弟们好，现在这女孩家，然后就是已经是这个来的人也挺多哈，现在已经是开饭了，然后周围的人嘛，他们也比较喜欢热闹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聚餐哈，这个周围的邻居。在他们家的前面就是门前哈，然后就是大山连绵不断，现在是云雾缭绕，然后这个环境哈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哈，空气也比较新鲜哈，都是高山哈，对面都是高山。他们也比较热情哈，然后村里的邻居他们都来了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嘛，所以说他们都过来看热闹，然后顺便就在一起吃点饭。大山里面他们比较淳朴哈，民风淳朴。这是他们的家哈，山上的环境特别好，还有就是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们这边这个辣椒非常多，好像就是好像这种辣椒的品种是特别辣哈，就是那个非常小的这种辣椒，这个叫按照我们那边的话讲叫朝天葱啊，这种辣椒的话是特别的辣哈，但是他们这边还辣椒多的知道吃不完。你们种这么多辣椒是
卖的还是自己吃的？吃，自己吃。自己吃那种这么大，芊芊吃辣椒是吧？呵呵呵。芊芊是腌。很多人喜欢吃辣椒是吧？哎呦，这个房子是干嘛的？这是养鸡的吗？这个。哦，养鸡的哈，啊，你从小也是干农活的哈，一直干农活，喜欢干农活吗？喜欢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昨天哈，就是我在市场遇到的，那个妹子哈。他的名字叫红妹儿哈，我昨天问了一下，然后今天我给他老板也请了一天的假，我说今天到他家里来玩，然后他今天的工资就是我替他老板出，昨天的话就是在他家，结果一到他家的话，然后他们村里面有很多人，包括他们的邻居非常的热情哈，然后又是喝酒又是吃菜，结果昨天晚上就直接整倒了，就是喝醉了，我也不知道当时醉了以后是啥情况哈，就是迷迷糊糊的，然后今天早晨我一醒来发现在床上躺着，我不知道是昨天是你们把我抬到床上去了吗、啊、我昨天是怎么睡的觉啊、你喝酒很多你醉了，是你们把我拉到床上去了是吧？是、啊、哇，我都忘了为啥都想不起来昨天是怎么睡的。哎呦，这个辣椒真的，这辣椒如果吃不完的话，那不是烂掉了吗？是吧？吃不完呢。你们平时要不要就说把这个搞一点拿去卖，拿到市场上去卖？嗯，我奶奶也。哦，也会卖是吧？对。哦。在这个月北的大山里哈，他们家的背后就是山高林密的树林哈，在月北这一带，基本上有个共性。就是门前屋后都是三连山树连树，然后在远方的这个在远方的地方还有云雾缭绕的地方，看起来就有点像仙境，这住在这种地方的话就是确实哈，人与自然亲密接触，感觉到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好处。然后我今天昨天嘛一到他家，我就感觉到哈有点不可思议哈，他家的情况也比较糟糕，所以说他好像是在那边去打工，然后也比较有缘哈，就遇到他了。你在那边上班一个月多少钱呀？嗯，一个月八九就是1000人民币，900块，是吧？八九就是相当于900人民币。因为在大山里面哈，我那天有看到一个修摩托车的师傅，然后我问了一下哈，那个修摩托车的师傅一个月的话，也就是好像800多块钱。那是去年的时候问的哈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哈，很多人。好像都可以去中国打工，好像工资又涨了一点点，所以说大山里面的工资水平的话基本上都不怎么高，然后他也比较勤奋，就是在跟辣椒除草，这个辣椒的话就是不除草你看也长这么高了，应该说大山里面这个杂草也多，像这些种子可能风一吹然后到这个地里面然后自己就长出来了。哎呦，这辣椒挺好，你这个辣椒能不能到时候给我买一点给我，然后我拿回去吃行吗？行啊，这辣椒挺好的，你看这个朝天葱它是特别辣，短短的，这个辣椒的品种本身就是特别辣的，一看就知道。哎呦，这是一颗啥玩意儿？这是姜吗？嗯，姜哈。知道，就我名字叫什么？哦，越南名字叫啥？三根。三根呀、啊。三根。哦，这个是我们那边叫姜。这个也拿中国来
哦，从中国买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姜的话是做肉啥的，挺好吃的。这好像是刚种的哈，看这个样子呀。你还不错哈，中文我跟你说话你都能听懂。中文是怎么学的呀？自己在手机上学的是吧？对，我有遇到好几个女孩子，她们都是在手机上学的。这个辣椒，等一下你要不要摘一点，给我买一点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拿回去我们吃，给你也解决一点，然后这么多到时候不吃的话，到时候在地下也烂掉了，可惜呀，怪可惜的是吧？哎，挺好的，这个辣椒。到时候给它泡点辣椒酱，拿去吃。你爸爸妈妈也很勤的哈，他们早晨又起来那么早。兄弟们哈，那个昨天晚上就在他家里就睡着了，然后睡到半夜，当时也不知道起来的话就是，然后去感觉想上厕所，当时也找不到，然后就是。然后他就耳朵很灵，他就赶紧起来给开灯啊啥的，然后也渴得不得了，半夜就是想喝水，然后他也还给烧开水给我喝了。这妹子特别的贴心哈。这里面是干什么的？这里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啊，养鸡的是吧？我听到这里好像有鸡啊，有鸡啊。虽然他的中文还不错，能听懂几句哈，但是说复杂了他可能也听不懂。这样炒一除的话，这个辣椒就一下子就很明显，特别多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0岁了哈。哦，昨天都忘了问你，我看你年龄也不大，20岁，真的挺好。你就是跟你老板一起卖水果，是不是？有很多那个说中文的人，所以你就学会了，是吧？果然不出所料哈，因为他们在外面卖东西。经常会接触到就是说中文的人，所以他中文还是会几句，挺不错的。在那边打工一个月，那叫八九，你觉得工资够你用吗？够不够用？不够，但是没办法是吧？对吧？哦，咱们以后的话，如果说你愿意的话，以后也可以跟我一起，拍个视频做直播啥的，我们可以叫你多挣一点钱，好不好？愿不愿意？啊？你们要不？到时候看一下嘛，看一下你，就是会不会采艺啊啥的。等一下，就是你会采艺吗？会唱歌吗？会唱歌，跳舞也会。跳舞你也会呀？嗯。是真的假的呀？嗯。你唱歌跳舞在哪里学的？我自己学。自己学的。哟，那挺不错。那你等一下，要不
到时候给我们唱两句，听一下，跳两跳一段舞蹈，听看一下，看你会不会。如果会的话，说不上，咱们跟我一起去做个直播啥的，到时候可能还有很多人喜欢你呢。你在那边一个月才900块钱，我感觉到就是怎么说哈，主要是看你的才艺。咱们等一下，你忙完了，咱们就是试一下，行不行？嗯。哎，哎，真没想到你还会才艺啊，那挺好。会一点点。哦，会一点点是吗？那等一下试一下。嗯。兄弟们哈，真的是很有缘哈，没想到昨天，就是在集市上哈，就是买水果认识他，他在那个水果摊上哈，当时就是给他买了那么多水果，结果水果我也拿来给他家了，然后就认识了他，真没想到，缘分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来了。好的，兄弟们哈，咱们这个视频哈就到这里，请大家就是帮忙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收藏、分享，咱们后续就是持续跟拍这个女孩哈，看一下就是她是啥情况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咱们慢慢的了解她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杜，在越南。这个女孩哈，是我昨天认识的，然后昨天晚上我住在她家，然后她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让走，然后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。由于那个酒喝的多哈，他们这边苗族比较喜欢喝酒，所以说现在脑袋瓜还是晕晕的。然后今天起来的很早，今天早晨5点多，越南时间大概5点，天不亮就醒了。然后这个女孩也比较贴心哈，我们在一起讲了很多话，昨天跟她爸爸妈妈在一起也说了很多，她妈爸爸妈妈还会一点中文，真的是挺不错哈，因为这一带好像是中越边境，算是中越边境，所以说他们对中文还是会知道一点点。哎呦，她这个地里这个草啊长满掉了。刚才哈，我跟咱们这个妹子哈，我问她一下，她说她叫红妹，红妹哈，红妹，因为她从小哈喜欢穿一身红色的衣服，因为她家里面也比较困难，所以说就一件衣服，整天就她那个衣服听说是邻居一个姐姐给她的，又长又大，然后她就穿着红色的衣服，所以说她爸爸妈妈的话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红妹，是这样子。这是你昨天告诉我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今天的红衣服呢？我洗了。又洗了是吧？对。啊，我刚才听他说还会跳舞唱歌，我就觉得很惊讶啊，他还是有点才艺的。他说他在那个，在那边卖水果，跟人家一个月大概是300万越南盾，大概就是900人民币哈。我想现在叫他试一下，看一下他，唱歌跳舞。到底能不能，如果说真能的话，我相信可能大家还会喜欢他，如果喜欢他说不上到时候还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境来，因为他家里面情况特别糟糕哈。那咱要不的话就是把这点草拔完，咱们要不你给大家展示试一下，我看你的才艺合不合格，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对，到时候看一下，就是叫他那个跳跳个舞，或者唱个歌，咱们看一下，他说的是吹牛的还是真的？要是真的会才艺，那就太好了。嗯，对，我这个人嘛，我特别喜欢会才艺的。嗯。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才艺的，自己也是才艺挺多的，然后我就特别感觉到，就是会才艺的人，就是特别的喜欢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哎呦，这个草确实比辣椒都高，咱们拔一下，等一下
从你家再买点辣椒，咱们拿回去给你们也帮助一点。哎呦，那山上还有人啊，他们跑到山上去干什么？干活哈，那咱们要不去试一下好吧，试一下我看你的才艺行不行，如果行的话我到时候愿意就是叫你跟我一起干，然后到时候试一下看有没有就是那个有没有人喜欢你好不好。走吧，咱们去准备一下吧。太可惜了哈，早晨我就看看他那个啥，就是眼睛闭闭闭的嘛，你看现在你看太可惜了，这是怎么得病了哈？得病了哈，太可惜了。好，红妹儿哈，我就是清唱，然后就是咱现在也没有音响，然后试一下，叫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看一下你这个才艺到底是不是才艺，我真不相信你会才艺，好吧？我就用清唱，用清唱的方法，然后你试一下哈。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《我是你的桑格花》，好吗？咱们因为版权的原因哈，所以我就清唱试一下哈。来，咱们开始嘛。来 ，Come on, let's go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，在你离开前我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，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能陪你过完这一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吧？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，我的脚步也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一下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哎呀，还不错嘛，我感觉不错哈，就是这主要是看大家哈，就是我刚才就是那个清唱了一曲哈，大家看一下行不行，兄弟们。哎，这女孩还真的是会点才艺啊，我感觉她跳的有模有样的哈。如果说大家的话觉得她跳的确实值得就是跟我们一起工作，请大家在下方打字留言，咱们看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妹子哈，值不值得就是收留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行，你看一下就是你唱的是什么歌曲，然后就是清唱，咱们试一下看你行不行，好吧？到时候如果行的话，大家说行，咱们就到时候就跟我一起，到时候我给你开工资，好吧？对，叫啥名字？唱一首歌，会唱吗？中文歌会唱是吧？会。你还学过是吧？中文歌你也会唱。你喜欢唱的我听。哦，那行，我试一下。真没想到你还会唱中文歌曲，那你唱试一下，咱们看一下你到底
那个会不会唱？叫大家检验一下。好的。哎呦，你家这个辣椒，这一颗辣椒不得了啊！这个可能一家人吃一年都吃不完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好，叫啥名字呀？叫包容。哦，包容是吧？哇，这歌你会唱啊？这包容可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。包容我记得是郑源唱的，那太好了，你唱我听一下，如果会唱那就太棒了。嗯，试一下来。是你告诉我冬天恋爱最适合，因为爱情可以让人落河。我可能不知道爱情原来越会老，迷迷糊糊跟你在冬天拥抱。是你告诉我爱你不需要承诺，因为你把气球过了爱丢了。你可能不知道我已陷入你的牢，冬天过了你不再需要我。想你爱你留不住你，请你爱的你，我已用尽我的力气，就爱就接受你，就算你一错再错我都会一包容你，只要你能听到我的呼喊，耶稣能知道我要多爱你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哎呦，那太好了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怎么唱歌唱这么好听啊？哇，太喜欢了！喜欢唱一点点呢。这唱的挺好的呀，我感觉到。哎，你还会唱中文歌曲啊？哎呀，真的是没想到哈！昨天的话，我当时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哈，我当时我就想，哎，听你不会说哈，就偶尔蹦出来一个中文，我真没想到，你还是挺不错的哈。兄弟姐妹们哈，咱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女孩她刚才又唱歌又跳舞的弄了两段哈，当然我个人感觉倒是挺不错，不知道就说大家看了以后这个有什么感想，请在下方评论区打字留言互动一把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就是值不值得收留哈。兄弟们，如果她跟我们一起拍视频，如果说一起搞这个直播，说不上，应该还不错啊。因为我刚才看他舞蹈也跳还可以。至于说行不行，请大家哈，就是刚才那句话，打字留言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谢谢你们。嗯。